这吃法你是从何学来？好像很小的时候有人教过我，这是我儿时自创的。这卷饼的配菜虽是随处可见的食材，但入口甚是鲜美，我儿时最爱这一口。张平，今日多亏你找到证据，才能识破马莲的诡计。我张平应该是饿坏了。大人，请您先用膳。好。大人有胃疾，挨不了饿，你先吃两口垫垫肚子。今天幸好有兰大人，要不然接香姑娘也没那么容易改口。你也会这种吃法？嗯，这吃法你是从何学来？好像很小的时候有人教过我，这是我儿时自创的。也许正如玄机所说，20年前我娘来京城的时候也带上了我，这卷饼的吃法也是那时您教我的。是或不是都已经不重要。大人，我想清楚了，如果查到最后真是因为我娘害了您一家，我愿意在太后面前自我检举，为老兰大人翻案。张平，无论镜湖先生说出什么答案，我都不会也不该再迁怒于你。那时你说的要一直查下去，这话可还作数？吃吧。